块是玻璃，这块也是玻璃哦。好，这个有一个东西，有做那个东西帮你卡住。如果有听到掉下来，可能是螺丝掉了。那只要再把它锁回去就可以。在这边，然后这个抽屉也是怕你们拉掉下来，所以这里一样没有卡住，就做一个榫在这边是卡住。这个也是会卡住。拜拜的时候，如果真的要拜，就是放到这边就好了，或者是这里打桌子。对。等下这个高度，我觉得是很刚好。刚好。因为我们公尺刚好就是这个。对，因为有的非常高。然后这里如果假设灯坏掉，一般外面那个一定要去。